那其余散客够了票的跟是票的票啊，票给我姐姐拿，你没买票的，没有，我们团体的要才要知道票价啊，这个几个？四张，五块钱是吧？还是不是做一个？没有啦，我们就要票以后才知道来要怎么算，因为应该是五块的，票可以走，我买那个票，对吧？你们买五块钱吧，这样对啦，所以要写五就对了。 还有谁没？啦啦啦啦。他那个小朋友，我那时候也得要半个小时。我这边这一台车12个吗？他是用这样算的。